平安，感谢主，予咱做伙来敬拜上帝，也予咱先彼此来请安。咱的隔壁已经结婚的姊妹来讲一声母亲节快乐，你是上帝的宝贝。请咱甲咱隔壁的姊妹来甲讲一声母亲节快乐，你是上帝的宝贝。而且牧师要特别介绍咱三位的姊妹，第一位伫咱的头前的桂金姐已经卧床有一段时间，今仔真难得来到你教会来敬拜上帝，咱做伙甲伊拍拍，甲伊鼓励一下，敢好？哎呀，咱请咱的面会当来甲伊请安吼，桂金姐今仔坐伫第一位的所在，第一位是咱的燕香姐。啊，燕香姐，刚才这样听起来是，好，欢迎那个智仁来跟我们一起对，好，啊，跟燕香姐，感谢主，上帝慈爱无限加恩慈，真欢喜，搁有咱看到吴章霞师母刚在咱的中间，啊，在后面吗？举个手一下。好，吴师母嘿，好，非常好，别收单。我也特别来关心咱这三位敬虔的姊妹，也是咱所敬虔的妈妈。上帝稳定，都要咱参经，予咱会当来领受上帝稳定，也愿主是阮祝福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非常的出名，是所罗门王所做的一个真有智慧的一个判断。在圣经学者中间，通常会做两款的运用。第一项会来说明到所罗门王伊是怎样智慧，伊是怎样来领受到上帝同在。第二项所看伊的是怎样来看到一个什么是咱讲看到真实的老母，什么是一款的真实的老母。所罗门王对上帝遐来领受智慧是遮尼较水，人。富人人所生的囝是甚物人的？倒一个囡仔才是真正伊的老母是甚物人？伊拢会当来清楚来做一个判断。同时，咱也看见到一般人甚至是一个基督，伊也会当直接家己属的国王的面头前来去申诉。这表示这个以色列的国王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国王。伊毋是一个地位高高、坐伫宝座顶高的国王尔，伊是愿意去听人讲话一个国王。这是第一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也是咱今日所要来分享的。咱要来看见到一个怎样一款的母亲的一个角色，一个母亲的疼，甚至也愿意将家己的囝儿来给别人，也无愿意伊的囝儿来受到伤害。所以，咱今日要分三点来做来分享。第一点，上帝赏赐的智慧，咱做来讲一下。上帝赏赐的智慧。第二，母亲的疼。第三，带细囝到上帝面前。唔忙，咱至少把这三点给记起来，敢好？第一个是啥？上帝的赏赐的智慧。第二，母亲的疼。第三。带细囝到上帝面前。第一部分，咱要来看上帝所赏赐的智慧。两个妈妈，一个细囝，要咱判断这个是什么人的？若是用今仔日科学角度来讲，只要去病院来检查咱的染色体，检查咱的 DNA， 可能只要两三天，就当真清楚来判断。但是迄个时阵无这款的科技，细囝也阁细汉，也无法度分辨虾米人是啥个，虾米人成啥，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代志。所以伫古早时的时阵，伊伫因的炉怀顶面，只好有两个人来抢一块布。伊上简的方式甲法庭中间，就是把这块布拆做两半，一人分一边。所以所罗门王用这款的想法来甲伊讲，来客哥来，把这个鞋啊换一半，一人分一半。迄个时阵，可能就亲像咱在座兄弟姊妹咧想，啊，一个鞋啊换一半，啊，敢有感觉有换？感觉会感觉换着？无可能。
囡仔哪会当甲无共款安尼来处理的？一个是有性命、有喘气的，一个是一个物质的物件，伊是无喘气的，所以当用共款的法则来去做一个审判。其实圣人们哦，伊有家己的想法，伊并无叫人随时甲鞋仔脱，是甲人讲啥？去叫人揢刀来。拿刀来，当讲拿刀来这个过程的时阵，国王就来观察这两个人，伊来看这两个老母的表情有甚物款的变化。当这两个老母的表情变化中间，伊已经知影甚物人是真正老母，已经知影甚物人是看重伫这位细囝的。真正的老母，伊的心内八百。来艰苦，伊不得已爱无着一个啊，敢若亲像母狗共款，即个罪名讲，求主将我将迄个坏囝，互迄个富人人吧，将即个细囝，互迄个富人人吧，千万毋通杀伊，千万毋通杀伊，伊宁可来承受失去囝儿的痛苦。伊也无愿意看起伊个囝儿来受伤，但是迄个假老母，伊一面拢无感觉安怎，敢若代志甲伊无关系共款。当迄个刀仔起来时阵，伊甚至讲：好啊，即个囡仔毋是我个，嘛毋是你个，好啊，来判一判吧，甲伊抬落去。当国王判断时阵，伊讲啥？将即个坏囝。予第一个富人人，千万毋通杀伊。即、這个富人人是真正伊个老母。人来学乐来看见所罗门王，无人搁来看轻，也无人搁来起笑。即、這个故事就一直流传。到即马，因为即个判断实在是太有智慧了，用老母的心，用老母的感情来去知影。什么人是真正的老母？有什么会当比这个判断更加真实？上帝实现着伊对着所罗门王的祝福，赏赐所罗门王有一个判断智慧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，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人用钦佩来看所罗门王。第二项，咱要来看见是母亲的疼。所罗门王真有智慧，知影一项代志，只有真正的老母是疼囝儿的，只有真正的老母是疼囝儿。所以，伊出这条对着真正的老母一个真大的课题，就是将这个细囝来判做两半，一个人一半来分予这两个三姊的老母。这个判断来看出，什么人是真正疼囝儿的，什么人是真正疼囝儿的老母。天下的母亲宁可失去伊亲生所饲的囝儿，也无愿意将伊的囝来害死，这才是真正母亲的疼。当所罗门王讲了，迄个假老母讲好，无妨我。嘛无互你，啊，破破也好啊。真正老母心内着急，讲唔通家己的囡仔互伊，我无爱，千万唔通家己杀。什么人是真正老母嘞？真正老母就是丁克，这个细囝是完整的，也无愿意这个细囝来受到任何伤害，这是最老母的疼。疼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为着来保全细囝，连家己的囝儿也通予人。只要囝活着就好，老母受搁较大的伤伤，受着搁较大的痛苦，甚至受着人辱骂，或者人咒诅，也拢无要紧。有疼，才有真正的医生；只有真正的疼，放下，才是真正的疼。疼。无一定是我一定爱家占条条，
痛嘛，毋是我一定爱甲啥物物件抢伫我诶手中，我最后赢才是真正迄个赢。真正诶痛，毋是我一定爱占有迄个物件，是会当互去对方来去得到真正诶享受、真正诶后悔、甲真正诶痛、甲真正诶合意。真正诶老母因为疼囝诶心，伊愿意将囝互对方，无愿意受着。让孩子受到任何伤害，这就是一个真心的老母。第三，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头前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头前。以赛亚书49章15节说，妇人竟然会忘记他饲奶的孩子，无疼惜他家己生的孩子。世事有忘记你，我也会忘记你。妇人人哪有可能将伊在饲奶的囡仔来忘记你？忘记怜悯伊家己亲生大腹肚所生的迄个囡仔。上帝讲，虽然老母有时会忘记，但是我至善的上帝，上帝绝对袂忘记你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来传达伊对以色列人的疼。上帝用以色列人所会当体会、理解老母的疼来做这个比喻。这个经文的中间虽然是一个问句，但是答案是啥？肯定的。咱再来看，妇人人敢会忘记你？这个忘记你，亲像讲，妇人人真正忘记你吗？这个妈妈真正忘记你伊家己生的囝吗？但是最后甲你讲啥？无，上帝拢会记你，上帝拢会记你，伊所生的囝儿。兄弟姊妹，世界上只有一款的疼，是上帝用来比拼，甲伊的疼做比拼的，也就是母亲的疼。上帝伊家己对伊百姓的疼，只有一项，伊用伊来做一个比喻，就是老母的疼。上帝接着老母的疼，来上接近上完美、上接近伫上帝伊本身的疼。妈妈有时会惊啊，这个社会错误的价值来污染着咱的细囝，惊家己无好的模样，或者是教导来伤害着这个囝儿。那亲像伫26、6所甲咱讲的，啊，亲像迄个唔对的老母共款，迄个唔是真实老母讲。好啦，这个囝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安尼就互破破去好。但是这个中间，咱的思想也来提醒伫咱的老母、咱的爸母所讲的话，也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咱对囝儿一句批评的话，也是些真啊，你就是安尼啦，你拢做无好啦，你拢读嘛是安尼，甲你讲拢无效。亲像这款的话来讲出来的时阵，就亲像迄个啊，唔对的老母同款，来去伤害着咱的囝儿。就亲像爸爸妈妈有时会冤家，当冤家的时阵，亲像一定爱囝儿来选你要徛伫爸爸那边，或者是你一定爱徛妈妈那边。这款无三疼阿公母来疼你着囝儿的心，疼你着爸仔囝甲囝儿的关系。所以一日中间，咱毋免烦恼。老母虽然咱有无完美的时阵，但是咱爱搁一届将家己交伫上帝面前，咱就毋免烦恼。咱的上帝会用剑将咱的囝儿来破开。上帝破剑是真实的道理。当真实的道理来显明的时，上帝真理来引出咱的囡仔。来行伫所着行的道路，利用记上卷第三章27节安尼讲，王安尼来讲，将这个歪囝予这个妇人，千万唔通杀伊。这个妇人真正是伊的老母，千万唔通杀伊。这个妇人真正是伊的老母，亲爱的老母，你有一双来杀。性命手来推动伫囝儿性命手，亲爱老母，你有一双来撒动伫上帝手，这两个
拢是无法度用价值、用金钱来计算的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将咱的囝儿搁一届来交伫上帝面头前，咱的囝儿是受到祝福的，因为无啥物代志比咱性命、信仰的成就是搁较重要的。因为无一项是将咱的囝儿该下伫上帝手中是搁较妥当的。老母对囝儿疼，毋是咱看见着囡仔出世才开始。老母对囝儿的疼，是对伫腹肚内的时阵就开始。老母的疼，当伊知影伊怀孕开始的时阵，就已经开始甲伊腹肚内底迄个细囝已经结了尊会。正做囡仔伫老母生命中间，伊生存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养分。疼是一个人活落去上重要的条件。若要疼，一个囡仔会孤单，会绝望来死。所以，请咱的父母爱来疼惜伫咱的囝儿，来用疼、用鼓励、用上帝话来扶持咱的囝儿。天父也毋是伫咱出世了后来讲啊，你即个生了缘投，你即个生了歹。来决定伊要予咱偌济疼，伊是伫咱还袂出世的时阵，当咱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时阵，咱就已经予上帝所看见、所认捌、所疼惜的。今年儿童营的主题，疼伫即块土地顶面。鸿儒刚伫即个所在，鸿儒好在楼上哈。我们给鸿儒鼓励一下好吗？在二楼的我们的姐妹，这是伊用几啊天的时间所画出来的图，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哈。附近的教会拢都想要给咱摕咱的样板哈，但是我叔公爱尊重咱的设计者，设计者讲这是属于咱信仰教会，所以当其他教会要给咱套的时阵，咱拢改讲这是咱的，请咱平安心。在今年的7月5号到10号，咱有6天的儿童营时间。毋忙你将你的细囝带到教会来，毋忙咱的囝儿、咱的亲人也做伙来参与伫咱的儿童营的服侍。今年的主题听伫即块土地里面，要用真济的宣教书来介绍。在台湾，侪侪疼台湾的人，伊怎样来付出伊的疼？在无同的时代，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显明上帝对着咱的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有真侪信仰桥对台湾各所在，倒来家己这个所在。我所拢会甲亲人讲，今仔这礼拜爱较早来，因为今仔礼拜就亲像咱的过年同款。较慢来，来用起来，所以咱看后壁已经有几个人用起来。所以咱来用感恩的心，即个宣教书，伊就亲像老母同款，因为伊疼台湾，疼一个台湾，亲像老母的心同款，因付出因的性命、因的精神，来委身伫台湾，来起坐伫台湾这个所在。咱也要介绍一位日本人。伊安怎定居伫台湾，然后开始伫糖厂的工作，互咱伫咱的南部遮个台糖的事业，也是做糖的即个事业中间有美好的一个开始。疼是即个土地顶面，亲像海龙，即个海龙安怎拍活伫台湾即个岛屿，将即个疼不断来引出。来打伫台湾这个岛屿的顶面，邀请咱的父母来锻炼咱的囝儿，来参与伫咱的主日学，参与伫咱的青少年团契，参与伫咱的主日礼拜。咱也甲咱的囝儿主日学的老师，请你起立一个刚好。主日学老师，请全部起立一下。我们给主日学老师鼓励一下。谢谢。伊也是咱的细囝伫教会老母共款，
怎样来养饲着咱的囝儿，会顶面来成长？有一间教会，有几啊间教会，当牧师你甲因分享的过程中间，伊拢甲我讲一项代志，讲牧师你敢知？阮教会技术吼，拢是对朱丽儿老师出身的。若无这位朱丽儿老师，是无可能做中级的，因为咱知影咱的长老就是一个教导，亲像信仰的老母同款，做一个信仰的模样。咱的技术也是同款，做上帝工。也伫上帝话顶面有来成长，才会当来真做教会服侍重要的同工。所以2016年今年暑假的儿童营，7月6号到10号，邀请咱连咪来当甲干事来摕报名表。今年咱的衫非常的水，啊，特别要用排汗衫。我说咱甲咱的红茹啊，去到伫台南。啊，这个厂商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咱已经合作几啊年，伊用中盘的介绍给咱，也给咱会当用上好的介绍来使用这件衫。牧师也邀请咱，咱会当将这件衫来当做咱亲像咱的家庭服同款。你会当囝儿、爸母拢穿这件衫，出外的时阵，互人看见、听，就是伫咱的这块土地，咱拢无写2019。你逐天拢会当穿，这着要真做咱彼此的一个祝福。亲爱的老母，你有一双来推动生命的手。亲爱的老母，你有一双会当顶动上帝手。请你把握你的手，使用你的手，真做你囝儿的祝福，真做你囝儿一生代祷的手。咱将咱的囝儿带到上帝面前时，咱的囝儿是受祝福的。无有任何的事是将囝儿放伫上帝手内底，搁较温度的。今日咱用三点来分享：上帝所属的地位，老母的疼，将囝儿带到伫上帝面前，彼此来分享。下面咱有彼此时刻甲代祷的时间。咱也要请咱的恩慈老师先慢慢来弹咱今日所要吟的这首的诗歌。咱做位来思考，亲爱的老母，所罗门王知影伊欠缺智慧，毋愿上帝来求讨智慧，你欠缺啥物呢？亲爱的老母，你欠缺啥物呢？伫这时，当咱要向上帝来恳求的时阵，你要向上帝恳求什么款的代志？你要恳求上帝赐予你更加大的疼痛、包容的心，或者是赐予你有判断的智慧，来做囝儿上配母母的。为着你家己来祈祷，也感谢伫咱的老母，为着咱所做一生的疼，上帝疼。想想咱疼咱的老母，在伊的一世人中间，怎样为着咱来着我？怎样看见伊对着咱所做牺牲？兼且牺牲着伊的愿望。咱的妈妈可能伊嘛想要出国读册，想要去有搁较好的工作，但是因为咱的家庭，咱的厝内来照顾咱。上帝是，你所赐予我的生囝，我有好好来照顾。
着你，手术办过的智慧，伫我每一位老母的心上。当阮做无够，当阮欠亏的时阵，主啊，阮实在软弱，阮实在是无够力，恳求你来帮助、扶持、安慰，也来纪念伫阮每一位老母所做的一切的着我。主啊，你知影伊心的艰苦。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